师傅，什么叫偏爱啊？就是他同时收到两条消息，会毫不犹豫先回你的。他对所有人都板着脸的时候，还能对你笑。不管他做什么决定，都会先考虑到你。哇，这种感觉让人好舒服啊。安全感并不是来源于爱，而是偏爱。人只有确定自己是那个例外，才能安心。如果不是只喜欢，也不是最喜欢，那喜不喜欢都没差呀。